全食展厅，也就是以槟榔文化为基础，然后扩充到呈现全台湾的食品文化。那近二十年来啊，考古遗址的发掘呢，就有一些新材料的累积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把新的资料再融入，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的食品文化的面貌更多样化。展示空间里面，我们分成了六个展示区域跟一个第二轴线这样的一个区隔。但是我们现在的分法会把展示区域跟展厅的概念打破，是用台湾史前史的时序发展上面的一些重要的主题。像譬如说，我们的第一个展区强调的就是台湾的旧石器时代文化。那第二个展区讲的就是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早期跟中期的部分。建构了南岛世界，世界南岛这个展示厅，来展示台湾原住民族和南岛族群有哪一些共同的社会结构，又有哪一些差异，它怎么样来打开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。我们采取反而是比较是一种议题式的呈现，我们希望带领大家共同来认识是我们的意思。我们希望从南岛族群的观点来介绍什么是南岛。那因为我们在台湾主要观众都是非南岛族群嘛，那所以观众来这边哦，可能我们不想要他看，他来这边就觉得我在看一个异国情调，所以我们舍弃了百科全书式的展示，而是我们去选择一些跟当代比较有相关的。